搜狐时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易峰。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也非常荣幸作为沛纳海的代言人来参加这次表展，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好看的腕表，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腕表的一些知识。我把我的第一次献给了沛纳海，第一次上台打碟。后面他们可能会印一个有我头像的表面，挺喜欢猫啊狗的，对，然后也挺可爱的。海豚，海豚也挺可爱。确实，那个小狗狗挺可爱的呀。好手就位，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几个怀揣着梦想的大学生啊，然后来到部队。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有不一样的性格，每一个人对当兵他有不一样的目的，有不一样的期许，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物性格、人物关系。也是希望后边能够大家看完这个剧能够知道我们国家的强大啊，也能看到国之重器，也能够了解到火箭军他们的辛苦，他们的付出。每一段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，因为要去扮演一个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人物，所以每一段都挺有意思的，很难去选出来一个。后面有一个戏的角色跟以往也是很不一样的，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尝试吧。希望之后进组过后能够很好的去完成这个角色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到，就突然就想到，就觉得可以弄一点有意思的视频，然后也是为了好玩嘛。月底的时候打第二针，然后打完了就进组了。